把郑州也打下来。让我听你的，等你当了大哥再说。我反他是因为他害怕，现在是我的时代。你知道吗？俺知道你。我想留在少林。一起练吧。出手不见手，见手不为定。以武修禅，他心中的仇恨总算放下了。干什么？侯司令，别装，你怕我吃你？不要打了。